方。啊，刁大哥，你来干嘛呀？我在看两座最美丽的山峰。山峰？啊，都憋不住了。臭流氓！别走啊！走开！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，咱现在已经是谈恋爱的男女朋友关系了，怎么能就耍流氓呢？你干什么呀，刘大三顺儿，咱要个孩子吧？你耍他干什么呢你？啊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他要耍流氓？不，你别听他瞎说。那我跟他现在我们是谈恋爱的男女朋友之间关系。赵三顺，你有病啊？啊？人家小芳现在是大江哥的女朋友，朋友之妻不可欺，你不懂啊？